到过人打人。那个那是一定的啊。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夸怎样？你要想怎样？怎样？夸。问一下你们，就是知道什么是八加九？比较屁的吧，走在混的，比较讲义气的兄弟们。小屁孩啊，三重蛮多的。就是。完蛋了，对不起。深深感受到你的恐惧。就是起源是那种跳正头的那种嘛，然后现在就是通称一些喜欢晚上去跑山啊，走路三七步啊，爱迪达的三线裤啊那种的。而多数人觉得八加九的特征是摩托车改成像电子滑车，穿假货，喜欢戴假的金项链，裤子都改很窄，腰带一定要那个 Gucci 的，都一定要露出那种大标。Polo 衫，很爱穿 Polo。Polo， 一定要外八，外八到底呢？对，花怎样？你要想怎样？怎样？刺青，就是脚会有那个什么脸的图案，凶凶的吧？对，脸臭臭的，脏话，花叫什么的？车都是那个 Manny 还是 Excuse me 小车车，没钱买。开始担心你的安危了。讲话就是比较难听，没有修边这样。可以示范一下。示范一下吗？我想一下，你啊嘞，欠钱不会还哦，这样。你刚刚在装什么？走路啊，然后边骂脏话，然后很大声的那种，抽烟，然后呼别人之类的吧。他们骑摩托车都这样骑，这样，嘴巴就槟榔，没办法讲话。对，等一下，好丑哦，来不及了。双手两边都左青龙右白虎，再带一条银马。她男朋友就是我男朋友，不是。那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她男朋友？我男朋友不是八加九，男朋友长得真的没有在八加九的样子，他不是，他不是，不是吗？但不好说。CK 就是很瘦，就是很胖，蹲下来抽烟了、啊。寸头，腕力头，腕力头是什么？这样三条，然后很深这样子，很多八加九乱点。他那槟榔渣都有。如果堵到你，你会怎么办？对，大概会气死。被堵到还对不起，没跟他说谢谢。有人害怕，但也有人对八加九抱持着憧憬。我那时候发现八加九身边的女朋友都很正，因为八加九够有钱，够坏，女生才爱，就是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单身的原因。于是他们思考如何成为八加九。一定讲话结尾两个字都是哈啦。哎，现在是怎样哈啦？等下去那小巷抽烟啊哈。啊，是要抽什么烟哈啦？要哈啦出来就是八加九，味道就出来。而这个传闻大家认同吗？他们的女朋友都很正，你们觉得这是真的吗？我是觉得有时候我比较看内涵啊。没有问你、啊。小玉神吐槽。交通感我觉得是真的。加一，因为八加九都会改车啊，然后包装自己起来，然后很有钱这样子。有安全感啊，女生就爱。会化妆、会打扮，都很瘦。对，都很瘦。那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？可能八加九对他们严格吧。把女生分出来啊，不然我们都在这里撸了快20年了。这就不干八加九的事了。再来是这位玩树叶的同学。你刚才干嘛？我们那个爱迪达。闲到不行。他干八九。不会有，你有没有以前的照片啊？哦，很恐怖呢。以前是八加九，也是照片。闹过人打人。那是一定的啊。那是一定。怎么样闹？有一个同学跑大队接力，他好像不知道怎样，然后后来就不能跑，然后我是后补的，就换我跑，然后我就很不爽，然后老学姐去，就只是不想跑大队接力而已。女人心海底针。班上有没有一些同学是这样类型的？有啊，上课的时候睡觉，然后就是班上很吵，拿手摇饮料，里面还有饮料，然后直接丢，然后说现在吵。太凶了吧！你们怎么办？你们我说啊，现在不在上课吗？为什么你们上课那么吵？我们在玩游戏，在玩桌游。他现在不是在上课吗？最后也有对八加九不同的看法。加九
这个词算已经被大家定义成就是不好的，可是还是要给他们一个清白啊。有些真的是庙口小孩，可是他们真的很乖，只是为了家里，就是可能有阿嬷要照顾什么之类的。朋友其实也有一个是八加九啊，但其实他只是喜欢公庙文化，也是就事论事讲理啊，也是没有那么血气方刚，可就是被别人冠上八加九这个名号。遇到低潮，我跟他说你可以陪我聊天吗？然后等到我真的睡着了，他才挂了电话，很窝心呐、啊。讲真的，我觉得八加九就蛮讲义气的。我们那时候在发问卷的时候，人家刚好在瞧事情这样子，然后我们还过去问说，哦，可以帮我们填问卷吗？他也是很好心的帮我们填，瞧到一半，然后帮你们填完，然后再继续瞧。对啊，就是八九还蛮有义气的，会拔刀相助的。你差点被拔刀术，你知道吗？想知道更多八加九的事情吗？快上 D 卡心情版讨论吧！现在有学校信箱或身份证就可以注册 D 卡哦。D 卡营团在征才中，快来跟我们一起拍片。D 卡调查局，公卫爱 C 里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